你好，我要一个 DQ 冰淇淋蛋糕，我要这个梦幻万花筒。对啊，看那个没了。那不是有吗？就那一个吗？你好，这彩色冰淇淋怎么卖的呀？都已经上到八十，咱点了没了的话是88。那我有会员卡。哦，可以啊。抖音团购和会员卡一样钱吗？会员卡现在是88。哦，那我抖音团购吧。你好，我要一杯我在菏泽很想你。拿一个，就是这个。这个是吗？嗯，要这个吧。你好，这是卖的什么呀？这是火鸡面。好，我要一份这个。因为火鸡面不辣，半饱辣的，也是辣的。那一份16吧。老板，爆裂肠怎么卖的？老板，我要一份菠萝冰，这个是果冻吗？对，冰粉。老板，我要一个哆啦 A 梦的铜锣烧，再一个芋泥麻薯的，我再要一个全家福的。这个是麻薯。对。这个是。这是纯芋泥吗？纯芋泥。颜色比较重。这个咸蛋黄会咸吗？不会，正好。这两个18是吧？再要一杯胖虎柠檬茶。好嘞，来一杯，十来两杯。那来两杯吧。喝完放心吃，先尝一下这个冰淇淋，马上就要化了。哇，酸酸甜甜的草莓，好好吃啊！这个是开心果的。刺客冰淇淋果然就是不一样，好冰，感觉这个薄荷味的格外的冰，是因为薄荷是冰感的吗？还是有些化了，吃不出冰淇淋的感觉了。我冷冻一下慢慢吃，再挖最后一勺。这个是芝士火鸡面的春卷，整体口感吃起来有点暖暖的。很劲道，再来个爆裂肠，这个柠檬茶好酸爽呀，还是哆啦 A 梦的芝士牛肉汉堡。好喜欢里面的凤梨跟牛肉啊，里面的酸黄瓜片好解腻啊。芋泥麻薯的，吃起来就很低脂的感觉。有的，这个是菠萝冰，里面好多菠萝果肉呀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